代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它就是歌剧《红湖赤卫队》。有一部电影曾在数年里被连续24小时放映，场场爆满，它就是电影《红湖赤卫队》。影片讲述了洪湖人民跟随红军闹革命的故事，其中的歌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成为了影片中最受人们喜爱的一首歌。